最终了之无所为，如敌赶走牧童牛。这一段呢，塔波仁波切用很多的比喻视为这个死亡不定的这样子无常的观呢，就像什么，就像是为了怕这个死啊，那个鹿从那个笼子里面逃出来一样啊。终其死亦无遗憾，就像修行的人，我们纵然这一生没有悟道就死掉了，这也不遗憾，因为什么，我们为了这个生死大事毕竟努力过了，我们毕竟努力过了，就是没有了断也不要紧了，诸佛菩萨也会啊垂念加倍我们的啊，是这样的。所以犹如啊，这个里面就是说啊，种种的比喻啊，犹如当如农夫勤耕田，最后内心得安乐，就像农夫啊耕田一样，你这样去做了，你的内心将会安宁的。如果没有做，从来没有为你的死亡准备过，你到时候心不安的了。犹如啊，应如伟人成大事，最初无暇思于事，就像一个伟人呐、有伟大志向的人，他办大事情，他没有这个空闲来思维那些小的事情的。啊，应如见众人要害，终其无散终修行，当是死独子之母。最终了之无所为，就像这个，就像一个这个一个母亲啊，独生儿子死掉一样的那种状态，修行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怎么说呢？所以啊，修行之人啊，未悟之前如丧考妣，在没有开悟、没有得到修法利益之前啊，就像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就像去世的那种这种孝子的这种心一样啊，孝子啊是这样的。父母亲如果是去世了，内心的那种悲伤啊，什么都不会去想的，他都还去什么想啊，升官啊，发财啊，哪里会想那些事情啊？就像啊，这个有这种坏人呢、把这个牧童的牛赶走一样，参禅的人呢不得力，为什么？就进不了状态。念佛的人不得力，因为也是进不了状态。所以这个几句比喻啊，都是这个种状态的比喻，我们啊要找这种状态。在未升起如是定解之前，应唯一观修死亡无常。世尊也说，世尊啊，指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也讲，若多修无常，以供养诸佛；若多修无常，诸佛得诸佛安慰；若多修无常，得诸佛受记；若多修无常，得诸佛加持，犹如众迹中大象迹最甚，如是佛教内所有修行中唯一修无常，此乃最殊胜。释迦牟尼佛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你这段文全部是啊世尊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以后你们我这里啊这念呢、这个很好理解，所以以后你们要这个书要多看，让心里面啊记住这些。又如比奈也经云，比奈也经啊就是我们出家人的律啊，戒律的这方面的。我知眷属中犹如妙品者，比丘舍利子及目犍连等，与如是百人设斋与共物，不如一刹那意念有为法，为无常殊胜。这个比奈也经也是佛讲的，所以在我的弟子当中，就像如意宝一样啊，妙品啊是天上的如意宝，这是你想什么它里面生什么东西的。这个我弟子当中，像如意人间的如意宝一样啊，像这个舍利子啊，像目犍连尊者他们这样的，如果像他们这样的有一百个啊，如是啊百人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呢、来供养他啊。供他吃饭啊，或供养他的卧具衣物啊，就是供斋与供物，这样子功德大不大了？你知道我们，你看啊，来，我们这个阿育王寺啊，八月份，8月8号大概要供千僧斋，啊，上次方丈在我们慧智寺就讲了，你要到时候要来哦，已经邀请了，要供千僧斋，为什么要供千僧斋啊？现在供一个千僧斋要好几十万呢，
没有三四十万，你想供一个千僧斋啊？干什么？这请我们出家人吃顿饭啊？吃一顿饭要花掉三四十万啊？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花这么多钱请我们吃饭，就是为了在这么一千个出家人里面啊，要供到一位阿罗汉，圣者阿罗汉。为什么供到一位阿罗汉？哦，这是这个人生呐、啊，这一辈子不空过了。所以我们这个阿拉泽冈供七圣斋就会少了，浙江供千圣斋很少。现在舞台上啊，几乎是天天有啊。不是说天天有，隔三差五的就是一个千僧斋，也就是这么多国内国外的这个信众佛教信徒啊，带着大捆大捆的钱去供千僧斋，就是为了要供得圣身呢，供得圣身。这里佛讲了，这样的圣身像目犍连舍利子这样子的，像如意宝一样的这样的弟子啊，有百，像这样的百人，我们给他供斋乃至给他供物，不如一刹那，这样的功德大不大？很大，但是不如一刹那。意念有为法为无常，这样子的，这种殊胜的功德要超过前面那个功德。有一居士问博多瓦格西：若专修一法，修何法最为重要？格西说：若唯修一法，无常最为要。倘若修行死亡无常，首先可作为进入佛法之因，中间可为勤修善法之源，最后也有助于啊，最后也有助于证悟诸法等性。若又倘若修行无常，最初断除此生绳索之因，中间为舍弃贪着轮回之源，最后也有助于趋入涅槃之道。你看，始终就是以这个观修无常贯穿于整个过程。在当初的时候啊，最初是什么啊？最初是观修死亡无常，是进入佛法的因啊，正因。中间在这个中修行的过程当中，观想这个无常啊，是啊，勤修善法的助缘。而且修行无常最初也是断除这一生轮回的这个这一生的这个这此生的绳索的之因。什么绳？这一生的绳索啊，我们这一生你看，你因为没有观修死亡无常的缘故，所以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就像绳子不能剥牢了一样，无形的绳索啊，把你这个人生就把你给你捆绑住了。以各为 keyport，好嘞好嘞，自胜自由自胜佛，哎，就会啊看清了。所以中间作为舍弃贪着轮回的缘啊，中间修行的过程呢，种种轮回的这种贪着啊，就也会啊被放弃舍弃，最后也是啊去如涅槃之道的这个最有力的这个啊有助于的。所以又最初生于信心之因，中间为精进之源，最后为僧会助办。又若修此无常，且与相续中能生起者，初可成为求法之因，中间可作修法之源，最后有助于证悟法性。又倘若修行此无常，并与相续中能生起无常之念，则初为盔甲精进之因，终为加行精进之源，后可成为无退精进之助伴。啊，这一段、啊、都是因为大格西啊，博多瓦格西所讲的，这位佛学大博士、啊、所讲的。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位大博士啊，帕丹巴格西也说：若以相续中生起此无常，初为入法因，终为精进边，最终能获得法光明法身也。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出家的在家的佛弟子啊，为什么常常的这个入不了法位，得不到佛法的这个滋味，入不进这个佛法的大海，没有感觉，找不到感觉，
哎，这就是这个对这个观修无常啊不得力的。所以这段文就直指啊，你说直指人心见性，不是直指人心，这就是直指你的缺点的。你知道这个缺点了，你见到这个缺点了，你会防护这个缺点了，哎，你马上成功的这个就现前了呢。修行的这种正向马上就会现前啊，马上这种就会啊得智慧，开智慧，马上就得法位啊，修禅呢、啊、那个得开悟，修净土啊信愿行啊，马上啊就能够真实的升起啊，否则的话就成为表面上的求法修法，甚至慢慢久了之后就油掉了了，就成为啊佛教的油子了。所以啊，丹巴仁波切又说，西藏修法者之中无有一人修死亡，以未成见随流逝，身着僧衣喜集财，岂非供养于阎王，收藏一切妙财宝，岂非企图暗地中贿赂供养地狱族，若见西藏修法者不觉仰天哈哈笑，谁居广闻我慢高，修行好者及财宝，随依近处多散乱，随离故乡无羞愧，必为形象修法者，彼等喜爱造恶业，虽已见到他人死，然却不知自将亡，如是此等修行人，首先应当喝之啊，当喝责之，首先应当喝责之。所以这位尊者啊，这位丹巴仁波切啊，所以说哇，就正像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出世的时候，弥勒佛成佛的时候啊，他赞叹我们这个世界的佛啊，赞叹释迦牟尼佛，什么释迦牟尼佛大悲之心啊，恳切，所以啊降生在人寿百岁的时代，以这种卑陋的身体而显现在人世间啊，是为什么？百岁的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这么矮小，我们现在讲佛藏六金身啊，但是弥勒菩萨那时候看来就小的一点点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候袈裟交到弥勒佛的手里啊，连四个手指都盖不起来了，这么小了。他就说释迦牟尼佛啊，因为啊悲悯我们这种五浊恶世的众生，发愿在恶世里面啊出来，五浊的众生当中啊出来，呵责众生，他说。这是弥勒菩萨在弥勒菩萨下生经历有啊，说呵责我们的众生啊，因为我们众生有不对的地方嘛，来指出我们的缺点。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丹巴仁波切这一段呵责，哎呀，真是就感觉到非常的清凉啊，就好像骂到我自己头上一样的啊，这非常的清凉，特别的感激这样的大善知识啊。所以观修无常是开启一切修行之门的前行。波多瓦格西回答说，汝当多思死无常，若心生起定死亡，净除罪业无困难，修持善行无困难，倘若在此基础上汝多修持慈悲心，与自相续能生起利益友情无困难，倘若在此基础上多修诸法实相空，与自相续能生起清净迷乱无困难。你看，如果一个修行人啊，这个一个居士就是问这个波多瓦格西说，怎么样啊是消除恶缘呢？有没有什么窍门？这个格西啊，这个大博士就这样告诉他，如果你能够多思亡，这个死是不定的，是无常的啊，如果心能够升起的啊，这个一定会死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个人肯定会死的，而且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死却不知道，那你这个时候就会这个你有这样子的心态升起来了，净除罪业是不困难的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你修持善行的时候，平时做人好好的做人呢、啊、也是不困难的，因为你知道，因为这您啦就会得晓得嘞，哎呀，阿拉都为什么不客客气气呢？阿拉都是来这个世界高的，都做客的啦。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永远会活下去的，
今天见面了，明天不见面也不一定的，所以哪里还会来那个了？那肯定客客气气了，大家。所以呀、啊，哎呀，所以有一点什么事情啊，帮帮你忙，你帮帮我忙，我帮帮你忙，这个相互帮助，这个一点也不困难的了。为什么大家啊，哎呀，这个彼此的不是以善加的交往啊，就是因为啊，内心里面都执着着，哎，我好像没有想到一个死字啊。如果想到一个死亡，那个想到，那我们大家就会珍惜这个人生了，哎，也就是珍惜我们的人缘了。所以，倘若在此基础上，汝多修持慈悲心，这下面这段文啊，我们上面念呢，就是以后也多多的去思维。你看，整个的这个贯穿的佛法，从消除恶业是不困难的，从修习圣法是不困难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习慈悲心是不困难的，然后啊。对这个无情的对一切有情的众生啊，能够升起慈悲心啊，在心里一直安处的慈悲心的状态啊，是不困难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证得诸法实相啊，还是不困难的。乃至在这个在自己的心地上清净种种的迷乱啊，也就是说种种的迷乱永远的就得到清净啊，是没有困难的了。这个就是什么迷乱都清净了，是什么状态啊？是佛的状态了。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基础的话，你思维生命无常，思维这个死期啊，死亡必定将来临，你有这种基础的话，成佛都是不困难的了。不要说我们消除恶业了，所以啊，这个整个以这个来贯穿着我们一个修行人的啊这个始末来贯穿它啊。如果与自相续中能对无常升起定解，则能够彻底舍弃对今生世间一切事物的贪执，犹如呕吐症患者不愿取油食一样。我的至尊上师，这个时候尊者啊，我们华智仁波切他就赞叹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如来牙尊者啊，他说啊，也再三说，我虽看见世间上那些最高贵有权威极富裕具美貌的人，但对他们不起羡慕之心，而注重前辈高僧大德的事迹，这是自己的相续中升起了少许无常定解的缘故。你看这个华智仁波切他的根本上师怎么说啊？他说对世间的那些做官的、有钱的、长得这个和得人缘的这些，那我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羡慕别人的了，啊！但我唯一注重的，只是对高僧大德们，对这些修行好的这些人呢，我关注这些事迹，啊！这是因为我的心里面升起了少许的，他很谦虚了，就升起了一点点的无常定解的缘故，只是升起了一点点这个，他就会就会这样。因此我除了无常以外没有其他更殊胜的教言传于别人。这个什么教言啊？观修无常啊，死亡无常。那么在相续中对无常升起定解的界限是怎样的呢？这里啊，这个华智仁波切又反问我们了。如果我们内心里升起了这个死亡无常的这种定解，这种有什么相貌呢？什么相貌？有怎样子的真相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印象格拉公琼格西那样，格西在后藏的觉摩格拉山修行时，岩洞口有一荆棘虫，常常刮到他的衣服。开始他想砍除，但转念一想。我也许会死在此岩洞中，不知能否再有出去的机会，唯有修持妙法为要。他是怎么想啊？因为这个尊者啊，他住在山洞里面修行的时候呢，有时候要出去拎水嘛，有时候要拎水回来烧一点茶喝啊。但是出去拎水的时候呢，这个洞门口就是那丛荆棘啊，老是要刮到他衣服。但是有时候他一想，哎呀，还是把他砍了吧。但是他想想，哎，我这个水拎进去了之后，
到底会不会死在里面，还会不会出来拎水，谁知道啊？所以说就一直就没有看了，一直这个，他这个门口的这个多少年啊，都是没有看，在这个洞修行了多少年，最后啊，这位尊者啊，格西已经获得了成就了，仍然没有砍除啊荆棘丛。此外，驰名无畏州有一秋季啊，这个秋季七月，木易的水池没有阶梯，他的弟子就说啊，师父啊，我们在这里修个阶梯好不好？但是他尊者怎么回答？无畏州尊者怎么回答？他说，谁知道明年还会不会来洗啊？我们一年就洗他们一次，明年会不会来洗还不知道。哎，算了吧，别弄了吧。所以说啊，他就个弟子说，这样你这样费事啊，也被对这个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用来费这个事了。所以啊，这个无畏州尊者也是经常的对弟子们说教诫这些观想观修无常的这些教言啊，这个都是现身说法。所以我们也应如此修持，相续中未升起定解之前，加行发心，正行以各种方便调正自心，乃至在相续未升起真实无常之前反复修持，后行以回向应持，之后追寻圣者前辈的足迹，静心精进修持。现在这个尊者就布置给我们这个公关题目啊，他就这个尊者告诉我们，如果心相续当中没有对这个无常升起定解，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常常在加行的时候就这样发心啊，加行正行乃至在回向都要安住在这个思维这个无常真实无常的这个当中，反复的修持，从加行到正行到回向这个三个阶段，全部以这个中心思想啊观修啊真实的无常，反复的修持。这个修了之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对往圣前贤啊，就会对以往的这些圣者们的足迹啊，他们的事迹啊，你就会追寻他们的这种足迹啊，就把我们的生命啊，就会按照他们那样子来实践。啊，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所以说，你看，你一个修行人，你没有得到真实感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样如法的这样去修。所以现在啊，我们听闻了这些道理，就听闻着尊者布置给我们的功课，就这样如是的去观修。所以这个上师普贤上师言教，有时候就是住在山洞里面，大家有时候住在荒山野地里，住在茅棚里面，几个弟子跟着师父在一起，讲到哪里修到哪里的了，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这样去观修，已经升起焰相来了，已经对这个啊，然后再继续往下面再讲。哇，这个是我也是非常渴望，同时我也是心里面也是幻想着这种啊，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哦。但是身边有几个弟子真正的非常的渴望解脱的，讲到哪里就真实的修到哪里。所以以前那个能海上师的时候啊，清定上师就是这样的。清定上师刚刚出家啊，跟着能海上师，白天上师说的什么法，马上回过去啊，清定上师就如理的这样观修啊，然后第二天就向上师回报啊，然后就能把这个所有观修重新就能够讲解出来。所以他不久，整个沙弥堂他做堂主啊。清定上师出家没多久就做沙弥堂堂主，哎，就是为什么？而且啊，深得能海上师赞叹，他说像他这样听闻了马上就去观修的非常难得，大家应该像这样子，就应该像他那样学。所以就像传给我们这个传承的，像登科活佛，他修这个法啊，修了二十五遍了，闭关十几年啊，就修这个，修了二十五遍了。哎，华智仁波切也是啊，修了二十五遍了。啊，你看这些，我们平时好像观修无常，你没有深刻的去观修的时候，你怎么有一个心会想修那个？你看，我就看到你们吃过饭了之后，哎呀，吊儿郎当跑到那去吹风去了，干什么去了？我看你们散漫的样子，心里面真的没有这些正念了，那些正念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的，哎。
不一样的啦。就像前面这个格西啊，这个讲的，如果你真观修无常的话，行走的时候会怎么样？自然就会眼就看着你前面，你不会眼啊，眼光把你的生命耗散到山啊，耗散到水里去啊，东看西看的，东看看西看看啊，这都是啊，没有心里面没有正念摄持的这种相，说外显现出来的这种相啊。所以无常现前反而持常有，老年到来反而以为幼，我与如我邪念诸有情，相续生起无常起加持。华智仁波切在这里最后以这四句啊总结了这个世间娑婆世界所显现的这些世间众生就是这么愚痴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大家所看到的一切也都是无常，但是无常显现现在面前的时候啊，反而却看不，却执着是常有的，却执着是常有的，明明是一切都是无常的显现在眼面前，却把这一切就好像看不见一样，却就偏偏要升起常有的这种执着。老年已经虽然已经啊头发越来越白了，皮肤越来越皱了，走路也已经越来越哎呀没劲了，哎，老年虽然已经到来了，但反而因为自己啊越长越小了一样，哎，越长越小了。我与如我邪念诸有情，相续生起无常起加持。所以华智仁波切啊，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啊，这个慈悲的心啊，就是就像三宝啊，你是为这个祈祷就是什么？就是《楞严经》里面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哎，上与十方诸佛啊，同一慈力。下与十方六道众生啊同一悲呀、啊、这句话就是下与一切这些邪念的这些诸有情啊，六道里面的这些轮回当中颠倒的愚痴的这些众生啊，观世音菩萨就是与这些众生同体的一样的大悲心，向十方三世啊一切三宝祈祷啊加倍，这种你看就体现出这种心的状态啊。为什么我们啊，我们这个自信那么多都是认为啊，华智仁波切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因为他所有显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前面指出我们愚痴的地方，所以无常现前反而执常有，老年到来反而以为幼，我与如我邪念诸有情，相续生起无常起加持。啊，就是真实的这些相啊，你要看清楚啊，明明这些都是无常的，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些无常，你心里面要就真实的意识到这个无常的紧迫感啊，真正的这样都归都依到佛门里来，好好的修行啊，祈祷诸佛菩萨你加持啊，令这些众生啊都要升起这样的，要睁开他明亮的眼呢，看清楚事实真相就是无常的，说不要再悠悠荡荡的，再这样子啊，好像自跟自己不相干一样的。就像有这个有一个人啊，死了之后到阎王爷那边，他还骂阎王爷，说你这个老头子，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给我招呼都不打，招呼都不打。这个阎王爷还是跟他讲啊，某某人啊，你别生气啊，你想看，哎，秋天的叶子黄了，你看到没有啊？我看到，那个就是我带给你的消息啊，你明明能你看到了，你为什么你没收到我带给你的信呢？你隔壁邻居的人死掉好几个了，你看到没有啊？我看到了，那就是我带给你的信啊。你为什么说你没收到呢？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说这个尊者就是说，这个明明这个世间一切都显现的都是无常的，为什么我们却看不见呢？却执着是常有呢？啊，真理就是这样子。所以希望我们心当中真正的有，能够有实事求是的。所以毛泽东在延安的工作会议上就是什么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真理了。实是什么？是真实，真实的事。求什么？你大家要打开你的智慧，看到事实的真实面貌。
实事求是啊，毛泽东这四个字，实事求是，是共产党员的人，实事就是正是更是我们佛弟子的这个要追求的了，哎，要看到这个事实的真相，哎，要安住的这个事如是之中，不要自己给自己打岔，自己给自己打妄想，自己给自己啊这个策划，哎，所以说啊，这个尊者彻底的大悲心的流露啊，这四句话总结了这一切。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请合掌。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上物下道大和尚，顶礼登科仁波切。我们前面在学习的时候，你看种种的这种观无常的时候啊，它就要达到什么样一种目的呢？啊，就像平时我们在念佛，为什么这个佛号不往心里去？为什么参禅的人不得力？为什么学佛的人进入佛门之后也是，进不了状态，进不了门，就是因为这个无常的这个观念啊，他没有啊，不是很迫切的，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无常的观念。那第七个呢，就是思维猛力希求而修无常。猛力希求，希求什么？希求啊，能够升起这个无常的观念啊，能够啊解脱这个无常的世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啊，这个对无常的这种七个角度来认识它，这样也就是在我们平时用功的时候，当你无常念提起的时候，也是你修行啊真正的正念升起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今天在走路吃过饭了之后啊，散步，你忽然一个念头提起来，哎呀，我不知道明天还有这样的时间吗？啊，在这样的阳光下，在这个绿啊，路两边这种啊翠绿之中啊，在这个青草香当中啊，明天我还会再是这样散步吗？乃至我们自己啊，坐在那边打坐的时候，想我在这个世界上打坐到底能打多少次呢？能做多少次呢？你当这个念头一升起来的时候，你马上就有感觉，哦，你这个念佛啊，就开始啊入心了。哎，为什么这个从嘴皮上就那样滑过去，浮浮而修，往往就是这个无常的念呢？没有起限，所以这个修无常啊，是我们求解脱乃至皈依三宝最原始的、最基础的一种鞭策的力量、推动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啊学习关于轮回这方面的过患啊，轮回的过患。了达轮回诸事无实意，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不贪有计，依教行大乘，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这里啊，尊者华智仁波切他以这四句结诵来总结，他说了达轮回诸事啊，轮回的这些显现啊，没有实际意义的，那为什么还要在这世间呢？甚至啊，你看老人家还要
处处去弘法，这干什么？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大悲什么叫大悲啊？他知道这个世间是如梦幻泡影的了，但是芸芸众生还不知道，所以他以怜悯众生的心啊，这样子啊，所以以这样的大悲利益有情的这种状态啊，作为自己唯一啊还安住的这个世间的一种动力。不贪有迹，依教行大乘。不贪有迹这四句话了，有迹，哎，不贪有迹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了，啊，他大悲的缘故啊，不住在涅槃这种状态里，啊，清净涅槃的状态，所以叫不贪有迹，啊，有迹是最好的状态了。啊，你包括我们平时天天念啊，禅悦为食，法喜充满，啊，各种状态里面啊，各种都是回光返照，进入到这种有机的状态。但是菩萨啊，他不贪着有机的这种享受啊，唯着依诸佛菩萨的这种劝请，啊，这种教法而行持的大乘。什么叫大乘啊？啊，普度众生的。把这有记的这种欢喜啊，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贪着的偷偷的享用，而是按照教法啊，按照这个方法啊，让大家一起啊沉浸的，一起能够感染到这个有记的功德，所以这个叫大乘啊。所以不贪是啊，这就是说我不行在小乘里面。行大乘，这是我进入到大乘里面的意思。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这是什么？这赞叹什么？赞叹我们自己的上师就是这样的。我们上师就是啊，了达轮回诸事无实意，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不贪有迹，依教行大乘。这就是赞叹上师的，所以尊者在这里啊。所以说啊，上师就是这样的，所以啊，我顶礼您。下面就是对轮回过患呢，它里面、啊、总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总的啊轮回思维轮回的痛苦，第二个是分别思维轮回痛苦。总说那个分别的细说，我们现在先学习这个总的思维轮回痛苦。如前所说。虽然已获得了难得的暇满人生，但是不可能长期留住，终将走向死亡。如果死后也如同灯灭或水干一样，那也就没有什么别的了。但是死后不可能了结，而必然要转生，有了转生就离不开轮回。所谓的轮回，总的来说如同陶师手中的轮盘啊，井中的水车，瓶中的蜜蜂一样，接连不断的旋转啊，就像把那个蜜蜂啊，你装在瓶子里面，这个瓶子里面的蜜蜂它就嗡嗡嗡嗡就团团转的一圈再一圈。这个前面这个尊者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获得了暇满难得的人生，这么尊贵的人生呢，但是这样子的人生也依然是无常的，也依然是无常的。如果死了之后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那倒也算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生命死了之后不需要继续再去投生的。所以说啊，既然是还要不断的投生啊，这种就进入到这个生命的轮回当中啊，轮回当中。这种轮回当中的众生，就像，哎，就像什么一圈一圈转，一圈一圈转的，就像那个打井的井水上面摇的那个古龙，啊，也像那个陶师手里面那个陶巴里面，大家现在普及的，你看，就像那个转盘，也就像瓶当中装到瓶子里面的蜜蜂一样。同样，无论生于善趣或堕入恶趣，都超不出轮回的范围。
散去的人生，啊，散去的人间，乃至天境，啊，都如同瓶内的上面一部分，啊，三恶去就像这个瓶的下半部分一样，下面的空间。如此六道众生以有漏的善业和不善业为因，结连不断，投生流转，所以称为轮回。这个里面什么？前面一句话，六道是以什么呀？是以有漏的善业或不善业，以这样的有漏的善业或不善业的因啊，所以说感的果，结连不断的这样这个果流转生死，流转生死，所以称为叫轮回。轮回是一个很形象的，非常形象的，哎，这个有漏啊，有漏，就像啊，这个有漏的善业，比如说给到天堂，天堂它是善业所感的，但是天堂不坚固，为什么？天堂是有漏的善业，所以说你享受一天天堂的幸福，这个善业就消减一份，所以这样消消消，总有消完的一天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嘛，就金山银山也有吃空的一天呢。所以为什么要追求解脱？因为解脱它是无漏的，所以无漏的缘故，他不感受轮回，他就超越出轮回了。所以这个轮回和超越出轮回界限，就是他们是什么？轮回是以有漏的业为因，超出轮回是什么？以无漏为因。所以要悟得圣道呢，要悟得圣道啊。因为这个我们佛教里面，所以不同的就是说有戒律，戒什么？戒律你看啊，要止恶是戒，律呢是行善啊。但是佛教仅仅就是止恶行善吗？啊，它还要有禅定，禅定什么？禅定能生智慧啊，智慧才能会悟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悟到无漏的，啊，包括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真实意它就是不漏法，它就是不生不灭法，但是呢，我们前面呢就要具足这样子的生命无常的观念，寿命无常啊，安住在闲暇的状态里啊，这些都是。啊，我们念佛啊，要修的，啊，要感受的。所以，我们祖师啊，简单扼要的总结，他怎么总结？他说啊，一句阿弥陀佛，要具足心愿。心啊，就是心心向求极乐世界；愿啊，念念愿离娑婆世界。叫心愿具足，一句佛号，心愿具足，具足这两种内涵。对娑婆世界，哎呀，看破放下。对极乐世界啊，念念啊，就是啊，欢喜的、向往的，啊，所以怎么样子来是具足这两种呢？你看我们以前所学习的这是，暇满的状态，思维无常的，啊，寿命无常的。下面我们这个现在的正在学习的轮思维，这个轮回的过患。都是让我们实实在在具足着心愿两字啊，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到我们念佛也能具足这个心愿啊，心愿的这个一种内涵啊。所以我们这些人无始以来漂泊于轮回之中，一切众生啊，无有未曾互为父母亲友冤敌或平常人的，这个人的母亲又成为那个人的母亲。佛在经中说，如果把整个大地的土团成像枣核一样大的丸子，其数量可以数清，但是各个众生互为母亲的次数却不可胜数。护主龙树菩萨也说，地土团成枣核丸，其量不及为母数。若众生啊，做母亲的这个数量啊，这个是确确实实。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没有不如此转生的。所以，以贪心的缘故，断过的头和肢体，不计其数。如果把曾经身为蚂蚁等小寒生的肢体堆积一处，将比须弥山王还高。啊，你看，就是蚂蚁这么小的这个小的动物啊，它的肢体啊，它那个肢体加起来，无量劫以来啊，因为贪心，什么叫贪心啊？哦，像我们中国人特别这方面，因为这个中国的文化历史文化悠久，同时这个饮食的文化也悠久了，所以看到什么东西啊，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哦一样吃的东西。你像我们那个溪水边上，一看到那个鱼，哦，有的人就禁不住就喊，哎呀，嘎倒！哎，有的人就一看到那个鱼，像我们溪水里游的鱼就，哎呀，就这么大！哎呀，我这时候想。就可以知道他脑子里想，哎呦，这个鱼要炖汤挺好吃，哎，油鸡鸡鸡蛮好，红烧鱼挺好，脑子里会想到，看到那个地下那个鸡啊，哎呀，想，嗯，这个鸡，嗯，已经长了4两大了，已经长了8两大了，已经长了1斤大了，长了看到多大，他脑子里又会想起来怎么吃的方法，哎，所以由于这样贪的这样缘故，贪心啊的缘故啊。所以说所杀的这些众生啊，都断他们头，所砍他们脚的这种这个啊，也是不计其数啊，也是不得了啊。就像蚂蚁那样的肢体，无量劫来就像这么小的这样子的，如果把它堆起来啊，都超过须弥山呢、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里须弥山最高最大，所以称为须弥山王，山中之王啊，比须弥山还要高大。因口中无食，背上无衣，感受寒冻、饥饿、干渴等痛苦，哭过的泪水比海水还多。啊，这下你们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了吧？啊，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啊，侬看，海水好杀鱼个，搿啥地方来个？啊。我们这一下这个比喻你看啊，由于啊我们这个做众生啊，哦，有时候身上没有衣服穿啊，有时候肚子饿了没有吃的，所以啊忍饥挨冻，所以种种的痛苦啊，逼迫的时候说哭，痛哭的这个眼泪泪水啊比海水还多啊，哇，怪不得海水都被染咸掉了，你看，哎，仅仅曾经生于地狱时所喝过的铜汁铁水也比4大海洋的水还多。哦，你看这么样子啊，我们由于啊造了恶因所感受苦果的时候啊，堕到地狱里面喝的那个铜汁铜水啊，啊铁水那数量啊量也像海水那么多啊，哎，所以啊现在不仅对此轮回没有升起刹那的出离心，反而贪执束缚的人们还将在无边轮回中感受比以前更多的痛苦。啊，他说现在我们这个众生呢、啊、不单单没有升起出离心啊，还没有看明白，你如果不看明白不觉悟的这样子的众生，以后在轮回当中所感受的苦啊，比以前的苦还会多。哎，以前有很多人呢、啊，别说世间人了，就是啊，我们佛教徒都很多都说啊，随缘了，随缘了，随什么缘？你随什么缘？解脱的缘还没有成熟，轮回的缘还没有结束，你怎么随缘？你有什么资格随缘？哦。你看那些祖师的语录啊，看大乘经典所讲的哦，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句话什么意思？什么东西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指的是佛性啊，是众生的这个如来藏啊，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是性德啊。你有没有修啊？你没有通过修德来恢复它，你有什么资格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所以啊，在这个世间上，如果没有升起，没有看清楚，没有升起猛烈的出离心，那你以后轮回有没有止境啊？所以有一句话叫苦海无边，苦海是没有边际的啦。过去我们所轮回的时间，需要享受的那么多痛苦，啊，那如果不觉悟的话，以后会偶尔的有一天会结束吗？不可能的啦，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啊，必须要，就像我们前面学习的那些啊，我们祖师啊，华智仁波就告诉我，啊，就像这个猛烈的要把它拉转头来啊，啊，要把它拉转头来。虽然啊，仅以随福德分的少许善果，获得了如梵天和地势般的长寿、相好、财富圆满的身体，但是最终也摆脱不了死亡。死后将感受恶趣的悲惨痛苦。那么我们这些人现在虽然暂时拥有财富、无病等少分安乐，几年或几个月甚至仅仅几天的时间内，散去的安乐果耗尽后，将会变得非常贫穷、极其可怜，或者不愿意也要感受恶趣难忍的痛苦。嗯，你看我们经典里也记载了很多那些天人来皈依佛的，天人在最多的情况下是什么时候来皈依佛你知道吗？皈依三宝，他们就是这种五衰相现前了。啊，五衰相现前了，什么叫衰相？就好像堕落了啊，就是啊，身光啊变得慢慢暗淡下来了啊，这个头上的花朵啊，两肩上的花朵啊，慢慢的枯萎了，啊，然后啊，自己啊坐的那边不喜欢坐的座位上了，要离开自己的座位了，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啊，那些天女们啊，这些天人啊，本来要啊围绕他，大家开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天人呐，这些美女们啊，天女们啊，都远离自己了，不愿意靠近你了，看到你什么？老了没有光了，天身上也没有花，花也开始枯萎了，没有香味了。然后不单单这样了，身体还会出虚汗了。当天人这种五种相现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离死已经不远了。他由于他天人的神通的缘故，他还能知道死了之后将堕落到什么地方去。由于他是天呢，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把所有的福报都榨尽。他生生世世的这种善根福报都榨尽，所以他堕落的时候，一旦堕落就是非常的痛苦的，非常贫穷，甚至有时候直接堕落到地狱里去。嗯，